知道？不晓得哎，前两天我放假回来就没看到他了。怎么淋那么湿呢？怎么不先躲一下呢？赶快擦一擦。我去找中原。有找到吗？他搬走了。又失踪了。你赶快先去洗澡了，免得感冒啊。失去中原的那一年，我几乎崩溃，连寻找他的能力都没有。即使在事隔多年的今天，都觉得不堪回首。意外的是，这样大的难关，竟是季平陪我走过的。